小赖辛苦了，小赖辛苦了。他是不是受到伤势的影响？其实，在这个表现上面，在移动上面，跟以往还是有所差距。其实这个奥运就是一样啊，可能也有压力，也有可能也有伤势。看到那个伤就爆了。对，我也没有想到是已经快拥抱。英雄惜英雄，英雄看得很感动。对啊，对啊。